由一群凭着管乐热忱的人士呢，自发组成的。那这个乐团呢，包含了已经涉猎音乐许久的先进，以及在无音乐基础下的各位朋友们凭着毅力学习、积极苦练的音乐喜好者们组成的。乐团呢，希望展现的是音乐可以是一种专业，但也可以与生活结合，让艺术的根呢可以扎得更深更广。因此，乐团培育了不少乐团们年轻时无法圆的梦。那也他们经常呢也受邀参加这个各项的慈善公演、校园以及机关团体的展出。今天呢，就让我们来欢迎竹笛乐团的各位老师们，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竹笛乐团，有黄义坚老师、林国勇老师、赵文斌老师以及陈月霞老师为我们演奏。首先，第一首曲目是《青色的山脉》。这首歌呢，我特别请教了这四位老师。这首歌呢是由日文翻译过来的，叫《青色的山脉》。当时好像听说是文夏老师演唱的。那我们很把眼睛耳朵掏好哦，好好的听哦。谢谢，我们欢迎四位老师，也欢迎竹笛乐团为我们表演。他说上个礼拜才刚过母亲节，所以他特别选了这个曲目来祝福我们在场每一位的妈妈。欢迎阿布维秋。
首曲子这么适合萨克斯风的味道哦。老师可以请你留步一下吗？我们很好奇那个直直的那一支也是萨克斯风的一种。对，是最高音。哦，那叫高音萨克斯风是吗？那这个啊、哦，这个叫低音萨克斯风。我们也因这样的缘故，我们也稍微了解学习一下哈。哦，这个叫低音。刚刚那个细细长长的是高音。哇，刚刚的阿布的曲好好听哦！再一次掌声，谢谢他们演奏阿布的曲。紧接着第三首是《我所爱的人》，这是。听说是文夏先生作词作曲的，那之前听说有很多的翻唱版本，那我比较熟悉一点是方瑞儿小姐唱的，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是不是跟我同感。那我们马上来，请他们为我们演奏《我所爱的人》。由赵文斌老师为我们独奏，《女人花》是梅艳芳的成名曲，应该我们也是很耳熟能详的曲目。掌声欢迎。
曲目是 Donna， 在这首曲子呢，我有查了一下，
它是源自于犹太民族的以色列民谣。Dona 呢，在以色列的语言中呢，是含有自由的意思的。啊，这首歌呢，也隐喻着说，对身在自由的人呢，往往不懂得自珍惜自由它的可能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Dona 跟我们叙述的，是不是这个东西？是不是叫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自由呢？欢迎林国勇老师给我们。的邀请我们林美丽会长上台，我们颁发感谢状。我刚才呢，真的很棒的演奏会啊、他最后一首啊，是一个希腊的女歌手，在我小时候非常有名的曲子，好久没有听到了，真的很棒。然后还有他们这几首歌曲真的是都蛮感人的啊、所以觉得他们很用心哎、对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念一遍给你们听，你就知道他们选这个曲目有多用心。嗯、来到青色的山脉，看到阿母的手，
接着就是我所爱，阿母就是我所爱的人，然后阿母就是最美的女人花嘛，对吧？啊，结果就是爱有东啊东嘛，你看，哎，这有连续的嘞，好有用心哦，对不对？再次的掌声好吗？哦，原来选曲目是这么用心的。然后呢，刚刚我在季老师的旁边，他有特别介绍，其实萨克斯风是他们的业余。对，我刚刚一开始有讲，其实都不是很专业的，非常的了不起。请问你们学了多久？可以透露吗？三年吗？三年可以出师吗？我个人是五至六年。哦，不错呢哈。都差不多，我们四个都差不多。都差不多啊，也是很辛苦。你看，真的是台上一分钟。台下十年功，真的真的。刚刚我们季老师有一点点要求，他说你能不能再演奏一曲，让我们所有的会员跟你们同乐，有可能吗 ？Uncle， Uncl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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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那五首曲目，他们多么的用心，你看看，我解释的大家应该可以接受了哈。我再一次说一遍，让他们在这个准备的中间哈。第一首是青色的山脉，对吗？我刚刚就一直坐在那里想，哦，原来来到很漂亮的青色山脉，看到我阿母的手，接着阿母就是我所爱的人，阿母就是上水的女人花，啊，唱着懂啊懂啊，啊，你对不对啊？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真的是因为。刚开始在老师们在选这个表演曲目的时候，给我第一个感觉，我就吓一跳，说，哇，这老师太有 sense 了，选的曲目怎么这样就一气就合成了，而且每一首都这么优雅，这么优美的曲目，我都不好意思打唱，我好想跟着唱，跟着和哦，跟着打拍子。Uncle 曲，我们可以跟着你同乐吗？我们可以跟着打拍子或唱歌吗？都可以。看到阿母的手，甜蜜蜜。哦，甜蜜蜜啊！大家手牵起来哦，看到阿母的手，甜蜜蜜是吗？掌声，加尖叫 ，uncle。是因为我们临时要求的哈，不好意思，没有蕊过哦。这个唱完这个五首曲目完之后，完全没有蕊过的。我们临时的要求，他就可以做到，可见功力真的是不错呢哈。应该说对不起，我说错话，不能说不错，非常的优秀。让我们甜蜜蜜是吗？好，掌声，甜蜜蜜。
忘记，听得太沉醉了。听得太沉醉了哈，真是好棒哦。首先现在邀请我们李美玲会长为我们颁发感谢状。首先谢谢赵文斌老师，谢谢。林国勇老师，陈月霞老师，黄玉坚老师，我们先我们合影一下好吗？我们的那个摄影组在哪里？对不起，有哈，好，麻烦请帮我们拍一张合照，谢谢。掌声谢谢芦笛乐团为我们带来如此轻妙、轻快、美妙的旋律，悦耳动听，令我们感觉到令人神旷神怡的音乐响宴。而且今天真的是带我们走了一趟年代之旅，从很久的文夏年代一直到最近的阿布的曲等等。